阿老是你，啊，你的车都安怎？啊，不是我啦，哦，是我有网友提问，嘿，那个内饰板啊，刮花了要怎么办？刮花怎么办了？对啊，钱有法度解决的问题，拢不是问题，重点就是钱开落去都无解决，就是啥子？你钱开不够，你甲开落去就有啊，就处理好啊，所以，哦，是的。无啦无啦，叫我换车了对吗？无啦，这个免换车，这个换这材料啊，尔方式很多，七七49种，赶紧换，我那边传恁来去处理这個，好，开个省的嘛，好。今麦要恁教讲吼，处理的方式，这嘛同款有两种，吼，一种你看哇，这有甲刮伤的，吼，啊，这两种就是咱今麦吼，同款都分成左右各一半，一边咱就是用困难一刮，用火烤的，火烤呐，火烤三次，哎，用火烤一烘，因为你看看，伊这有刮伤嘛，像这个比较严重，翘起来了，把它稍微烤一下，把它复原回去，好啊，等一下这一半一样，我们用喷漆的方式下去做，又要喷漆又是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处理了，好，处理了呀，好，可别在行吧。对啊，真好点，哇，真好点，别在行吧，哇，好，阿妈抹回去这样而已。你会修伊就修伊啊嘛，垃圾些阿卡甲抹落等去。我你看迄行的伊就修起啊，哇，稍微像扛油漆啊那哇修起啊，哇。他就烘阿修切一个，啊，你敢袂烧歹？就是不能过热啊，对哇？佮烤肉同款嘛，袂使超伟大啊，哇，超伟大就袂食你啊嘛。我今摆要创啥？我把它擦抹一抹啊。哦，烘味出来啊！烘味出来啊！伤痕比较，因为它还是比较深嘛，因为它这个太深了。对对对，是要多烤几次，因为它烤不会跑出来啊。对啊，它只会把旁边那个凸起的东西把它弄不见。弄掉。对，这样摸起来就不会有那个怎么讲，凸起来的东西啊。吃会比较好啊，可是不会完全不见了。对啊。凸起来的东西。嗯。所以这样就是比较省钱的方法嘛。对啊，啊，不然用换另外一边来处理，好不好？换另外一种，就是可以像皮一样用喷的啊。这个哈，赶快来接着来抹啊，它是被刮伤嘛。对，要不然先把它稍微磨平，这样用搓搓。对，隔壁你做啊。哇，你我你磨物件，这不是你，但是你看，磨物件了。你看，最慢。转速更高。我这机，我这机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啊，你买到二倍机吗？就是这样，你看，你要摸看看，这样就变 U 啊。好多是不是搓搓？你摸一下。哎，对哦。对吧？哎，像上次用那个气动的没有？人家问我，一直问我说从哪里买啊？其实用手也可以啊，有没有？其实上手是比较慢而已，不是不行。你看这样抹一抹也是可以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是一颗一颗的嘛，啊，你一直磨到最后都变平了，对，啊，都磨自然啊。哇，啊，我气有转速计嘛？传说中的卫生纸，卫生纸最重要的，哇，大家拢用到哇，赶快，我的量是固定两张就够了，对，两张就够了，因为要擦，因为等一下，因为还原剂是油，喷上去不会灭掉。一样要先擦过，哦，这个就比较好喷了。哎，这是没有调漆哦。哦，调好了，黑的不用调。对，其实黑的也有分啊，有些素材很黑啊，或者是它比较淡一点啊，就这样而已。
科比，嘿，还是说喷泉的凉凉哦。那个啊，万能的铁热式也可以。是啊。可是铁热式哈，喷起来啊，你去摸，也臭臭，因为它是油性的，喷起来有看起来是差不多，可是摸起来真的是不一样，也是可以啊，对啊，视觉上看起来是差不多。它油性的，可能它车室里面是不是就会臭臭？嗯，对。啊、可是这个如果在后车厢倒是还好，可是我个人喜欢水性的，环保，对，要环保，爱地球，哇，喷差不在乎啦，一直喷都有啊，哇，一直喷的那样那样，就盖一直盖把它盖过去，终于创新了，哇，有使用点没有？刚摇出来的，可以加，这样保护的，刚不是喷漆了，对啊，就是保护的啊，刚喷黑色的嘛。那如果是用铁热式喷的人，要用哎，铁热式喷的他就不用啊。哇，觉得特别的呀。啊，像这个环氧气是比较简单啊，就是自己可以涂。可是它有最大的坏处是什么？我上次有说过，比如说你灰尘，它因为油油的，它会黏住。哎呦哎，有差吧？有差了哈，有无？差就这。这就是看你开钱的程度开到多。安尼头拄啊刚剩五块钱。材料没多少，工资最贵啊。对。啊对啊，刚刚哦，我磨了哎，摇了那么久，哦，这样就可以很浓。看得出来啊，左右边不刚。对啊，啊，今天教学到这边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一样可以留言。拜拜。科比，你是伊所想？我是讲啦，我感觉水啊，要讲这个呀，对啊。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好，开启小铃铛哦，记得哦，拜拜。哎，科比，啊人嘞，要创起一半都照起来，连下那个。就是。